都城风水奇异，多年来陆陆续续有人穿越到这个世界，赐以高官厚禄，用现代知识造福大梁子民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老板被开店了，让我投一块钱四个。嘿嘿，今日头条，快来看，热门话题出炉。哎，这个照啊，哪里有卖？游泳健身，了解一下。各位老铁们喜欢，请麻烦赏个双击。穿越者身份特殊敏感，男主角奉旨鉴定，把何向东流啊？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，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， 你怎么不唱啊？五谷音不全，从不在人前唱歌。穿越者入伍营，武林盟主走向创业之路，江湖人何去何从？我拿两杯奶茶走了，要让自己来武林盟拿。滚啊！你看看你的腰。穿越者晋升宫，贵妃成为美妆带货达人，却发现皇室阴谋。从现在开始，不管你有多懒，一年365天，每天6次，应试生普通一次防晒霜，好吗？好的。穿越者入王府，大学生一命相搏，一曲月下小清新，催人断肠。穿越者人数越来越多，看穿越者的生意经如何风生水起，而原住民的笑容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腥风血雨。2020年夏，腥风大作，我们一起相约大梁 CBD， 看男主角如何走进科学。要来了，张嘴。